那个礼物是什么吧？它软软的 ，QQ 的，手会拉长，身体也可以变胖。你的脸好黑。是你喜欢的吗？是吗？把它打开。是什么？脸色的破变。是什么？是什么？我今天想要拍个企划，就是大家如果看我跟 Anson 还有布布他们出去，布布看到我既喜欢又害怕。但他之前有一个很喜欢一个玩具，就是他可以拉伸的娃娃。但我在日本这里有看到一个东西跟那个很类似，是他喜欢的东西加喜欢的东西结合起来。对，我等一下去拍给大家看，我们想买什么礼物给他，看他到时候收到这个礼物反应会是怎样。因为他这个玩具看起来有点恶心，有点变态变态。跟你一样，对，没有，长得跟 Anson 很像。那我们先去看一下那个玩具到底是长怎样。你看，像这种娃娃，它是可以这样。橡胶人乳肤，然后脸不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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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所以布布喜欢这种可以拉的玩具。对啊，整个手装歪掉，好恐怖啊！这个脸，哦，这是太重了，这个超级大的。但是我觉得有一个比较酷，它是大叔版的。你看这个大叔版的，是不是很帅？有胸毛，为什么长那么像你？长得像妞爸的嘉一。看看布布收到这个礼物会怎样？而且他还可以脱裤子，是不是？他有穿到身爱心内裤，我买好了，回去我要跟 Anson 套好，叫布布戴个眼罩，先不能看，打开让他摸摸看到底是什么。然后他一定会很期待，跟玩具应该是一样吧？结果一看，哇靠，这么早就是大叔一样。会觉得这个形状又可以拉，就是他想要那个宝宝的。结果哇，怎么变形？没有，他自己也是怪兽的那种可以拉伸。结果打开是恐怖。软软的，以后不敢玩这玩具了。之前 Anson 帮我拍一个跟他和解之旅，那这次换我跟他一个和解之旅，又要造成他的阴影。还是我要多付100块休假？对。好，那我们要先回去了。我已经回来台湾啦。我跟 Anson 想说约个吃个晚饭，然后现在就先前往林口，顺便把礼物带去给布布。那我们等下去看看布布打开玩具后，看他的反应会是如何，我跟他会不会和好呢？每次看到我都看到鬼一样。看送他礼物之后。会不会以后对我比较笑容满面，改善一下我这个恐怖阿伯的形象，看有没有变成一个和蔼可亲的阿伯。那我们就先走了， Go。 现在下雨又塞车，所以等一下到他们那边时间应该会比较久。现在已经开始好奇布布到时候看到我的反应会是如何，因为我刚刚叫 Anson 问一下布布现在在干嘛，因为 Anson 在他的工作室，那默默在家里陪布布，那布布现在在睡觉，一睡起来看到我之后，原本是想要惊喜，结果变成一个梦魇，这到底该怎么办呢？因为现在也还早，现在才5点出，等他再睡一下应该就会起来，7点多左右再吃晚餐就好了，慢慢的吃啊。好啦，那我们就先前往布布家的路上，就找 Anson 走了。好，然后我现在接到 Anson， 然后我们现在去载布布，但是 Anson 还不知道我要送他儿子什么。我也不知道，先给你看你就知道你儿子会不会爱了。我把它装在面盒里面，因为它是立体的，它有点灯。哎呦，我跟鬼一样。其实你不用这样开，我们这个特斯拉哈，还有灯可以在这。我不要，我就要开。太好笑了，它还有胸毛。对。跟他原本的玩具的对比，这落差比较大。这是一个日本艺人，对对对，他会不会以为是你啊？牛妈就说跟我长得蛮像的，对，他应该以为是阿北。这个太好笑了，他也是可以伸缩的。等下我们去吃饭的时候送他礼物，看他的反应如何。我刚刚我太了解布布，他就先看到这个盒子，然后他什么啊？他会先嫌弃，然后他等下打开以后他会唾弃。他说什么啊？我不是要这个哎。啊，我知道你等下可以跟他说，布布，你最想要的是那个可以拉长拉长的，对不对？对。因为他最近真的很喜欢那种拉长拉长的，然后可以按一按会变胖的，对不对？然后还对对对对对，然后就拿给他，你自己打开看看，那你打开，什么啊？不要，我都预言给你们看的，一定是这样。然后那小子，我们等一下就看他的反应如何，先去接他们，走喽。看什么？他跟功夫熊猫。哦哟，你等一下要去看这部电影就对了。要吗？你那什么脸？他的表情太好笑了吧？他最近表情特别。不不，阿北今天有带礼物。在哪里？有期待吗？在哪里呀？要吃完饭才有，要牵着才有礼物哦。
不要这么心不甘情不愿哦。哎呀，笑脸迎人啊，可以。哎呀，这个礼物买的有值得。那个礼物阿伯很仔细挑的，你会很喜欢的，一定会喜欢的。那我们先去餐厅哦。姑姑，你吃饱了吗？你想要拿礼物了吗？我先跟你讲那个礼物是什么吧。它软软的 ，QQ 的，手会拉长，身体也可以变胖。你的脸好黑，是你喜欢的吗？是吗？那我拿给你好不好？猜是什么 ？King Hydra。King Hydra。是吗？哦，你要买吗？好，来，是什么？一盒面。把它打开。是什么？脸色的破变。是什么？是什么？What the hell？ 是你吗 ？What the hell？ 是你吗 ？What the hell？你要拿出来吗？帮你看，你拿来看。你先打开看看啊。很丑，很丑。那个阿伯没有骗你哦。你闻闻看，跟他一模一样哦。你整个拿出来。是阿爸。像不像阿爸？是阿爸，是阿伯吧？哎，你看他这头发，阿爸怎么长这样？哎，好丑。有可爱吗？喜欢吗？喜欢吗？你喜欢这个玩具吗？喜欢。很丑，很丑，明明就很喜欢。你看阿伯就知道你爱这一位。刚刚就像你讲的，重点是我觉得最好笑的是他第一季。What the hell？ 你的反应也太好笑了。这个有没有比较好玩？有。有。你看刚刚阿肥就跟你讲啊，手手脚脚可以拉得很长啊，我没有骗你啊，软软的。对不对？啊，你刚刚不是说要打一下看他会不会短吗？你打打看有没有。跟他我们怀念他，他像谁？老爸。说够了，我要不要跟老爸告？你看他，你看他，对啊，那是金匠，不喜欢我是金匠。阿爸对，对，至少他是有喜欢，只是我觉得他当下那个反应是太经典。但我觉得真的有点好笑。不是，他可能当下在想这哪个系列我都没看过。惊喜算是有成功，他的反应我觉得太好笑了啊！如果喜欢我们影片，记得帮我们按赞、订阅、分享，记得订阅《天神莫之一》。那就明天晚上七点见啦，拜拜。就他的声音会，那个我知道，我知道，就是我知道他。我觉得你到时候秀子可以拍一个你找这艺人影片给他看，跟你一样。这个也太好笑了吧！